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邓昌。今天呢，我要去台中大坑的一家叫 Ins 咖啡的咖啡店去家庭聚餐哦。Let's go。现在呢，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咖啡厅了。这个咖啡没有气的，这个咖啡啊，真的很特别，而且就是汽水的味道，它是含咖啡的。这个是原味，这个是玫瑰，再吃玫瑰的试试看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呢，能够来到台中大坑的这家 Ins 咖啡来喝咖啡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你可以帮我点个喜欢。那如果你想要持续追踪我更新的内容呢，你可以订阅我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